们现在来到宜兰头城的乌石港，现在你们看到这边好多船哦，我们今天要搭船去赏金。对了，这是我们的船，新中号36号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搭的船哦，大家跟着我走吧。刚刚有询问过船长，夏季是最适合赏金的，因为海面会最平稳，所以会建议大家3到10月的时候来参加赏金团。然后很不幸，刚刚船长说他联络附近的4艘船家，目前还没有发现海豚跟金鱼的踪迹，所以先请我们到龟山岛上去导览景色。那很有可能呢，今天一整天都看不到海豚跟金鱼，所以真的很碰运气。希望我们等一下可以顺利的看到。我们右前方还在水面上哦，我们右前方有没有看到？很多只哦。右前方数量越来越多喽，到右前方。大家来参加赏金哦。